篝火的身影七，他先选右边的，有可能是想要拿一些特定的奖励啊，看一下。搞错他们之间的关系了吗？战斗突然变超混乱，是一件好事。断招。反变超多那个憨憨东东。结束了，大家都没损多少血啊！魔力充盈，应该就是生命值高于八，魔力高于八，就是要控魔啦。最后应该要调一下那个，调一下伙伴卡。强风吹袭，他这个放的其实没有放得很好，因为，就那个石头没有露出来给他们撞啊，那石头直接被撞掉啊。被撞出来了。有跌到吗？有。为什么要保护那个石头？
好整甲应该都是伤害啊。我不知道祈祷有多难啊。两个人，把凤凰拿掉喽，给升级喽。这都还算是蛮常会用到的吧，要升一升吧。反正升一个怪兽书的话，血量应该也会提升吧？不是怪兽书啊，升一个符咒书等级的话，还在配卡。哇，直接找一个波特哦，没有必要直接不找一个波特吧？要被烤。有跌到、波特倒了吗？波特倒了。真的超痛啊！好甜啊！真的超痛。这没用，没用。憨鹅，他不知道会免疫吗 ？No， 天哪、啊，有点憨，这样有点难打、欸。敢有憨鹅，其他牌会比较好吗？其实我们可以带一些憨牌啊，比如说这个、喔，感觉其实不错。
蛋啊！血超惨。哦，好妖。No， 超痛，我觉得过不大了。Oh my god！有红卵冒来了，冲啦，倒啦，嘿嘿。先把他打掉啊！为什么会 ？Oh my god！OK，、okay， 超级残血过关。他有叫东西吗？专注施法，我操！好，我们喝一瓶吧。好的，应该两瓶小就够了。其实不大确定这边要怎么打，这边是他会叫东西，是不是？他后面会叫东西。忘记我们有没有叠完了，这样好用吗？还带个镜子啊。他没有说啥吗？其实因为有充盈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东西费用变低应该很好。这个其实应该用不到，但这个怎么好让费用低一点？三张牌，这样吧。金探子，哇，他真的超慢。虽然我完全不知道这边要怎么打。他是会叫一大堆人还是怎样？好像会叫人。应该没有巨猪那么难打吧？他会叫黑洞，我想起来。
太艾薇。第几个？要讲吗？去，开始了。这不是艾薇啊！这只龙也太大一点，看看死。所以火龙要吃掉，基本上火龙要艾薇吃。你第一张应该带谁啊？第一张带画家，其实还可以。跟大画家打一波。最后一个，搞不好是带盖海哥补行动哦。你这甚至可以考虑带那个瞬移耶，那卡弄隐藏真的很憨耶。我还有带金探子，艾薇带最后一个，我因为他前面两个都警角掉了，对。如果真的不行，其实可以改带佛雷之类的。
现在还是超搞笑。3000多。Fuck!做，其实还是没有七秒到很难啊，七秒到非常难，看起来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范围。哎，很赞。哦，有这个，我们可以来做一瓶魔药，这样子。OK， 等赞。